各位弟兄姊妹、親戚朋友平安，今日是母親節，我在恭祝所有母親母親節快樂，讓我們一起為著今日的崇拜來低頭祈禱。親愛的阿爸天父，感謝你賜下赦罪之恩，讓我們能坦然無懼到你的聖座前，以心靈誠實來到敬拜你。我們渴慕你的話語，求你高抹大麗諸神學生，讓他口出的話語能夠造就眾人。今日是母親節，願父神紀念地上所有的母親。今日的崇拜願主你悅納，榮耀歸主。奉主耶穌得勝的名求，阿門。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母亲节，在这里要预祝所有的母亲啊，母亲节快乐。我们在这里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就要回到线上崇拜，让我们唱几首诗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吧。手中，当大海翻腾波涛。
切所有，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你守护春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但这双手却甘心挥霍，忍受着谷底上苦痛。你够一生盼望你圣洁光照全地，thank you.
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可以往哪里去逃躲避你里面，我若展开精神的翅膀飞到地极，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比是的吧，天父，虽然我们那个 COVID 的 case 反反复复，最近更是一直的在创新高，很多人都患病。吧，天父，我们在这里，我们仍然要知道，我们仍然要安静，我们要知道你是我们的神，因为你的爱，你是掌管这一切的，你是创造这世界万物的。我们要知道你仍然在掌管着，然后我们说。所以所做的事情，我们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都是主你都知道的。而天父，我们在这里我们要献上感恩，因为我们有这个福分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能够开口唱诗歌来敬拜来赞美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所求的，阿们。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九十八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所凭的信实。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要用琴歌颂耶和华，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用号和角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要发声，愿大水拍手，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判万民。让我们一起来读复活节后第六主日祝文。神，我们的救赎主，你已经把我们从黑暗中释放出来，又领我们进入你圣子的国度里，因他的受死使我们得生，因此求你让我们因他的同在可以得到永远的喜乐。靠着你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求，圣子与圣父圣灵三位一体，一同永生，一同掌权，从今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一起读使徒信经来建立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主与你的心灵同在。我们要祷告，求主圣父怜悯我们，求主圣子怜悯我们，求主圣灵怜悯我们。让我们一起来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父今日赐给我们，又求饶恕我们的罪，如同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拯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世世无尽。阿门。求主向我们发慈悲，求主赐恩拯救我们，求主保佑国家，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主叫主的仆人都披上公义，求主使主的选民得享欢乐，求主使天下太平，求主使我们平安度日，求主为我们做清洁的心，求主使圣灵不离开我们。经文取自撒母耳记上一章十至二十节及二十六至二十八节。第十节，哈拿心里受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受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受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
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面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法姆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第二十六节，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这是神的话语，感谢神。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今天乃是神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当中欢喜快乐，能够跟弟兄姐妹今天早上也庆祝母亲节，一起在线上来敬拜我们的神。孩子在此借着这个机会来恭贺母亲们母亲节蒙恩蒙福，弟兄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巴父神，我们献上感恩给你，神你自己保守带领着孩子们能够同心的在这个清晨的时候在线上一起的来敬拜你，一起的来赞美你，感谢神，这是神你所定的日子，也是我们一起庆祝母亲节的节日。神祈求你保守带领孩子，恩高孩子的口，让孩子能够分享神你自己的话语，愿神你自己的话语亲自来造就孩子跟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听见神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展现神你自己的荣耀，在生活当中来行出来。神啊，祈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从开始直到末了，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是的，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母亲节里面，我们与大孩子与大家一起来分享今日主日的信息，乃是敬虔母亲的特质。我想问问大家，母亲节会令你想起什么？有人会想起玫瑰花，有人会想起康乃馨，或者有人会想起美味佳肴。或许有人和我一样，每逢母亲节的时候都会想起一首歌，一首大家都熟悉的歌，就是世上只有妈妈好。是的，我相信大家都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让我们想起母亲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对我们的引导和教诲。在圣经中也有对母亲的描述，比如在旧约里的夏娃、利百加、拉结、哈拿，在新约里也有耶稣的母亲、提摩太的母亲、尤尼基等等。我们刚才主席为我们读了一段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10-20节和26-28节，也是在讲述着有关一位伟大的母亲。在撒母耳记上一节开始，我们就看到了有一个人叫以利加拿，他有两个妻子，一个叫比尼基，一个叫哈拿。比尼基有儿有女，但是呢，哈拿呢不能生育，没有孩子。于是比尼基经常对哈拿冷嘲热讽的，激动哈拿，使哈拿生气到哭而吃不下。
在当时的犹太人观念当中，不义的妇女是丈夫没有后裔，是在当时的社会是蒙受羞辱的。当时的以色列人认为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是有福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哈娜的内心是痛苦的。虽然以利加拿安慰他说，哈娜，你有了我还比不上有十个儿子好吗？他的意思是说，哈娜，你不用忧愁了，因为我很爱你，我愿意照顾你。但是呢，哈娜心里的愁苦来到神面前，痛苦的向神倾吐他心里的苦毒，向神陈明自己没有孩子的苦情，恳切的为自己祈求，向神赐给他一个儿子。吃了清晨起来，敬拜了耶和华，就回到拉玛。回到家后，丈夫和哈娜同房，耶和华顾念哈娜，使哈娜怀孕，日子满了，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撒母耳。撒母耳的意思是神的名字。撒母耳到了断奶以后，哈娜就把孩子带到示罗耶和华的殿中，让撒母耳归给耶和华。撒母耳从小就在神的殿中侍奉，终身归给耶和华。哈娜是一位敬虔的母亲。在以上的圣经描述当中，我们看到哈娜对自己所信靠的神是坚定的。在当时的情况，一个没有生育的妇女要承受许多的痛苦，这些痛苦是来自内心和外在的因素，也可能会面对丈夫遗弃，给她休书。哈娜因为多年没有儿没有女，蒙受的痛苦、羞辱和不幸。尽管哈娜的丈夫很爱她，但也无法填补她心里无子无女的那一种的空虚、缺乏和失落感。丈夫的爱也无法使她真正的得到安慰。哈娜无法享受做母亲的喜乐和满足，也无法实现做母亲的价值。哈娜如此的痛苦，而她丈夫的另一个有儿有女的妻子却针对她，讥笑她，挂苦她，使她更痛苦。哈娜知道无人能够帮助她，于是她将希望转向神，她恳切地向神祷告，向神求赐给她一个儿子。哈娜曾确定将心里的愁苦带到神的面前，向神祈求喜宴，并愿意向神感恩，将来要把孩子献给上帝。我们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的12节和16节的后半节可以看到，哈娜的祷告是无助的祈祷。在哈娜在16节的后半节回答祭司以利说，我的愁苦太多，所以我祈求到如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娜对他所相信的上帝是坚定不移的，深信上帝是垂听他的祷告。他恳切的祷告，很久的忍耐，安静的等候神的应许，从来都没有对神灰心、抱怨或者放弃祷告。若哈娜没有坚定的信仰，她早已放弃了对神的信靠。在圣经诗篇37篇5节这样应许说，当将你的事交托给耶和华，信靠他的，他就必成全。哈娜的信中有耐心，他将问题交托给神，完全信靠神为他开路，相信神的带领就不会继续的愁苦。
信靠神是敬虔母亲的重要标志。完全信靠神，将自己的重担交托给神，就不再忧愁。哈拿祷告交托后，就回去吃饭，不再有忧愁。亲爱的弟兄姐妹，从哈拿坚定的信仰榜样，我们自己本身是否也有坚定信仰的生活呢？我们若是半信半疑的，那么我们的孩子怎么会有坚定的信仰呢？因此，身为父母的我们，有坚定的信仰，并以身作则地带领及引导我们的孩子，在基督的真理上有坚定的信靠。哈拿也为我们全世界跟随耶稣基督的信徒，树立了一个坚定信仰的榜样。先进的妈妈们都很关心孩子的身体健康，孩子的学业，但是往往忽略了孩子的信仰。有坚定信仰的妈妈，不单要关心孩子的身体健康成长和孩子的学业，更要关心孩子属灵的需要。如果你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敬虔的基督徒，那么你自己就要成为一个有灵命丰盛的母亲。孩子的信仰不仅需要灵粮的供应，还需要母亲在他生命中做他的榜样。我们每天和孩子们相处的时间，是在做言传身教。比如说，当你对你家中的长辈孝顺时，就算你没有教孩子怎么做，你的孩子就会看在眼里，放在心里，也像你一样孝顺长辈。相反，你恶劣的态度对待长辈们，那么可以想象，将来的有一天，你的孩子可能用同样的态度对待你。因此，想让自己的孩子也成为一个敬虔的人，当然我们自己必须在神面前有敬虔和坚定的信仰，再将这信仰传承给我们的孩子。哈拿向神承诺，我会将这个孩子献给你，我只想满足做妈妈的愿望，我只想抚养敬虔的孩子来荣耀你。如果你肯赐给我，我必将他献给你。我相信这是哈拿对神的承诺，将孩子带到神面前，是敬虔母亲的特质。哈拿是以正确的理由向神祈求要一个孩子，他许愿将孩子献给上帝。孩子其实也是神赐给哈拿的产业。哈拿与神有一种密切的关系，他渴望神的旨意成就。哈拿向神许愿，展现了自己内心的动机。我自己本身也很像哈拿一样，有这么的一个经历。我自己本身也有一个儿子，在我十多岁的那年，我被医生诊断得着医治。但是很遗憾的，医生跟我说我不可以怀孕生孩子。当我和丈夫结婚了，我们两个人每天都向神祈求要一个孩子。经过一年多的祷告，神终于垂听我们的祷告，赐给我们一个孩子。我们要将这个孩子献给神来使用。他还在我腹中的时候，我每天给他唱诗歌，读圣经给他听。他出生以后，我就把他献给了神。一生最美的脚重，就是能为主行主的道路的脚重。虽然今天他还在念大学，在他还没有进入念大学的时候，他已经进入了神学院，受了一年多的短宣装备。为了是要在他的信仰属灵生命中打好了一个基础，才继续他的学业在大学。
是的，撒母耳出世不久，哈拿的丈夫照例的每年带着一家大小到示罗去献祭敬拜神，理当哈拿也要一块而去。但是当时他生下撒母耳，孩子尚在哺乳，不适合做长途的旅程，于是哈拿就留在家中乳养孩子，等到孩子断了奶，才到神的会幕，将孩子永远归给耶和华。而在孩子还没有断奶之前，哈拿始终留在家里乳养撒母耳。在这一段的时间，相信哈拿也亲自的教导他的孩子撒母耳，使他从小认识神。哈拿完全愿意委身在家里，尽做父母的本分，教养孩子，单单为主来教养撒母耳，使撒母耳能够正常的长大。在这样的侍奉里面，是神选拣他。哈拿深深的知道，撒母耳是神赐给他的孩子，养育这个孩子是为了把孩子奉献给上帝，所以他并没有忽略做母亲当尽的本分。哈拿向撒母耳分享神的事，哈拿毫无疑问的遵守了生命记的命令，教导撒母耳所有有关的事情。哈拿为神全心全意的来照顾撒母耳，即使是一件小事情，在神的眼中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如果我们为自己而做，即使是做得轰轰烈烈，但是在神的角度看来却是虚空的，却是短暂的。哈拿清楚知道撒母耳能够奉献终身给上帝是一件蒙福的事。哈拿自己知道，当初向神许愿的时候的动机是带着更高尚的目的，使撒母耳能够终身的被神使用。因此，哈拿带着孩子踏上往示罗的路，把心爱的孩子带到神的会幕，交给当时在会幕负责的祭司以利抚养长大。在他还没有把孩子献上以前，他实在是舍不得孩子。但是当他奉献以后，天上的喜乐充满着他，他觉得自己和孩子都蒙神的恩典，因此就快乐地赞美神。若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哈拿把孩子奉献给神之后，就在示罗敬拜神，他也做了一首的诗歌来赞美上帝。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当中来看到哈拿自从献上撒母耳以后，神又赐给了他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一个本来不能生育的妇人，不但奇迹般的生了一个儿子，后来更继续生了个儿女，这让我们看见奉献给神不但自己没有缺少，反而神更加的加倍的赐福，比原本没有奉献的时候得着更多。是的，这实在是奉献的奥秘，也献上自己就业没有的短缺，反而得的更丰盛，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丰盛的主，他乐意赐更多的恩典给那些爱他的人。是啊，神什么也不缺，但是他悦纳他喜悦的人所奉献的，来回应他的爱和丰盛的恩典。而奉献的人永远不会因为献上而有所缺乏，反而越奉献越富足。哈拿献上撒母耳，表面上看来好像失去了撒母耳，但是其实只有肉身上短暂的分离，撒母耳和哈拿之母子关系却永远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撒母耳长大以后，果然做了神忠心的仆人，在以色列人当中成为有名的领袖，撒母耳成为神手中的器皿，这都是哈拿所做的一切。那就是哈拿的祷告、仰义以及对神诺言的持守。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不但有坚定的信仰，他也将他的信仰传递了给撒母耳。哈拿为自己的儿子起名撒母耳，就是要纪念上帝应允祷告，知恩感恩，表达对上帝的感激。不但如此，哈拿也将正式的信仰传递给了给他自己的孩子。我们可以从哈拿学习传承属灵遗产的特质。敬虔母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哈拿在孩子心里种下了信仰的种子。哈拿在撒母耳刚刚断奶，就把撒母耳献到神的殿中侍奉上帝，使撒母耳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侍立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向他说话。我们看见哈拿将撒母耳全然的献给上帝，为撒母耳带来了生命的祝福。撒母耳被上帝大大的使用，承前启后成为祭司、先知和士师，祭为一生。在撒母耳的一生中，凡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上帝总是垂听他的说话，上帝总是听他的祷告，上帝总是给撒母耳启示。撒母耳先后告立了扫罗王和大卫王，他有这样伟大的人生，是从母亲哈拿的奉献开始。其伟大的品性就是源自母亲哈拿儿时给他的教导和引领。对许多人而言，无法割爱的母爱，将一个断奶的孩子送去会幕侍奉，但哈拿做到了，因为她是一位敬虔的母亲，并有一颗爱主的心，为主献上的心智，晓得交托自己所爱的向上帝献上最好的最爱。哈拿正是如此毫无保留的献上，造就了平凡中的撒母耳成为卓越的撒母耳，并祝福在困难中的以色列。今天我们要传承什么给我们的孩子呢？房屋、土地、车、企业、金钱、权力，或者是其他的，这些都如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节所说的，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唯有信仰的真理传承，是人事物都无法夺走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金钱母亲的信仰会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产生特殊的果效。今天在你的家庭里，有可能你的父母或者奶奶是基督徒，但许多人走了很多的弯曲路和凹凸不平的道路，才回到神的面前。有的人甚至自己的父母是基督徒，却始终没有转回到神的面前。为什么？很大的可能和家庭的信仰教导有很大的关系。哈拿的这种信仰成为了后裔信仰的磐石。弟兄姐妹，我们要清楚知道神给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是要将我们的信仰传承给我们的孩子，是从小给孩子这种信仰的造就，引导孩子来到认识上帝，真正的去信靠上帝，使孩子到老也不偏离神的道路。传承属灵的遗产是给我们的孩子人生最大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但要有坚定的信仰和传承属灵的遗产给我们的后裔，我们仍然要成为一个祷
告的母亲。我们看见哈拿是一位祷告的母亲，神垂听她的祷告，赐给她一个儿子撒母耳。哈拿献上撒母耳来成就神的旨意。撒母耳一生受到母亲的影响，他也在祷告上有特殊属灵的能力，信靠神，忠心的服侍神，带领以色列民族复兴和复兴信仰。以色列人祷告而受神的重视，在诗篇99篇6节也这样应许，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他们求靠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们。神印证撒母耳在祷告上的特别权威，撒母耳也按照神的旨意高立了两代的君王，那就是扫罗王和大卫王。这两个国王来治理以色列国，撒母耳和母亲哈拿一样，成为了祷告的勇士。哈拿是一位经常祷告的妈妈，当她面对困难的时候，她清楚知道应该找谁。她向耶和华陈明她自己的心意，并做出承诺和誓言。哈拿明白神改变她不能生育的状态，也明白神是她孩子撒母耳的上帝。哈拿独特的美德是信心，持久的恒心。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12节，让我们看见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祷告。哈拿不住地祷告，因为他知道唯有神才能明白他心里的愁苦，真诚地敞开自己的心，完全来信靠神，因此他不住地向神来祷告。哈拿压根而不关心他自己处在的环境，全心全意地向上帝祈求，他知道神能使他孕育生命，因此哈拿将全部的精力放在祷告上。这就显明了他跟神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从哈拿的祷告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祷告是恳切和真诚的，将心里的愁苦带到神的面前，求神眷顾他的，并且向神许愿，愿意向神感恩，将儿子献给神。保罗也在罗马书12章12节如此教导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们看到哈拿恒切的祷告，很久忍耐，安静等候神的应许，没有灰心，从来没有抱怨，从来没有停止祷告。哈拿有如此的信心，是来自他对神的认识。他这样称呼上帝，万军之耶和华，说明了他信的上帝能做这件人看为不能成就的大事。在圣经希伯来书11章6节也这么应许我们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是的，我们对神的信心有多大，神为我们成就的事就有多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相信大家知道祷告的力量，在众诗歌当中都有许多祷告的诗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有一首诗歌也蛮熟悉的，就是告诉我们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没有祷告就没有能力。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是一位垂听祷告的上帝，当我们向他祷告的时候，他为我们成就那些我们不可能做的事。哈拿向上帝祈求一个孩子，当时听起来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上帝实现了他的愿望。哈拿的愿望被实现了，这一位上帝，他
他也必看重父母们为孩子的得救、得蒙保守以及孩子的将来所付上的代保。哈拿清楚知道谁是帮助了他，他这样祷告说：“我祈求为的这个孩子，耶和华已将他所求的赐给了我。我希望在线上的每一位父母都可以为你们的孩子紧紧抓住这样的应许。”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为你孩子祷告了吗？你是否忘了为你孩子祷告呢？我们多久没为我们孩子祷告了呢？诗篇127篇第三节这样应许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是的，感谢主，孩子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因此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父母恳切为孩子祷告所带来的果效是出人意外的。上帝保守这些孩子，定义要跟随主耶稣，就算他迷失的时候，他都回到上帝的面前。祷告是蛮有能力的，带着应许的，是充满盼望的。唯一有永恒意义并能接受时间考验的是，孩子与耶稣的关系就是唯一能伴随他们进入天国唯一的道路。为此，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在我儿子还小的时候，每天晚上我都和我孩子一起在睡前有这个祷告。我和他都会在床上来祷告，我的大手拉着他小手一起祷告，我为他的救恩祷告，蒙神保守来祷告，为孩子的属灵生命和属灵的品格来祷告，为着他的智慧和他的身量在基督里一起成长来祷告。在许多时候，我都会紧紧地抓住圣经的应许来为我儿子祷告。直到今天，我儿子已经是一位青年，他仍然跟随着主耶稣，我也仍然每天切切地为我儿子提名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为你的孩子祷告吗？亲爱的母亲们，我们要做一个不住祷告的母亲，为我们的孩子经常提名祷告，恳切为孩子祷告，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也让他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让孩子不断以神的心意合意来祷告，为孩子不断顺服在神的旨意里祷告，为孩子遵从神的话语。在孩子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里面，他们都需要母亲的祷告来托住。孩子们都从母亲的祷告中蒙受莫大的祝福和益处。关键就在于不要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做，而是要随时求助于我们那位全能的上帝，一次一小步的在祷告中涵盖着我们孩子生命的每一个细节。神按着他的时候和他的旨意来成全，神所赐的是许多人无法想象的。读圣经腓立比书四章七节告诉我们说，神所赐的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因此，我们不要低估了母亲祷告所发挥的。金钱的母亲是值得尊敬和学习的。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是一位金钱的母亲，她对自己的信仰是非常的坚定，
而且他所传承的是美好的见证，是蒙神悦纳和赐福的。哈拿是从神而来的智慧，坚定的信仰，将他的信仰从小引导他的孩子亲身去经历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仅要成为一个祷告的母亲，我们也要活出荣耀神敬虔的生命，以神的真理带领我们孩子来认识这一位的真神，以神的话语为属灵生命磐石的基础，让耶稣成为我们孩子人生的灯塔，指引我们的孩子当行的道路，使我们的孩子成为合神心意的儿女，成为主祝福的出口，一生敬畏神，荣耀神。亲爱的姐妹们，你是一位敬虔的母亲吗？你真要准备成为一个敬虔的母亲吗？如果你年纪比较大的，是婆婆级的，你有帮助年轻的姐妹们预备成为敬虔的母亲吗？对于做丈夫的，你是否正在为妻子的敬虔创造美好的环境呢？你有没有按神的心意培养自己的孩子呢？好叫他们成为以后敬虔的孩子呢？青少年，你有敬重你的母亲吗？你有顺服你的母亲吗？如果神已经赐给你敬虔的母亲，神就已经给你最好的礼物了。世上没有一位母亲是完美的，但是当他们爱主耶稣基督，并将这一份爱传承给你的时候，他们已经给你在世界上最好的礼物了。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今天借着你的圣灵所教导的话语而献上感谢，使我们在灵里得到了更新，再次让我们清楚教导我们如何养育敬虔的下一代。阿爸父神，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一位敬虔的母亲，求神你帮助母亲培育刚强有信心和勇气的孩子，一生走在你的旨意，养育子女成为荣耀的神。我们将的感恩和祷告是奉主耶稣圣灵所祈求的，阿们。今天我们有三个问题讨论。第一个问题，你愿不愿意不住地为孩子在神面前祷告？为什么？第二个问题，你有没有尽力按着神的话语去教导孩子？为什么？第三个问题，你的孩子能否在你放手后继续待在神面前，成为敬虔的人？为何你这样认为呢？我们多谢大利朱石留生给我们带来的讯息。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是取自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二十七节，我们读两次。撒母耳记上一章二十七节，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撒母耳记上一章二十七节，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很感谢主给我们在这个的行动管制令之下，仍然可以透过线上来到崇拜。我们有消息待到的事项，请大家为教会及其他的事也都祈祷，关心教会的事情。第一项，母亲节崇拜，感谢赞美上帝
赐俾我哋每一个人都有一位母亲。今日系世界母亲节，我哋要恭祝母亲们母亲节蒙恩。我哋一份礼物要送俾母亲作为敬意，欢迎你参加今日嘅母亲节崇拜，一起庆祝母亲节。第二，为印度祷告。新冠肺炎在印度非常严重，每日有40万人以上确诊，同时有两三千人死亡。我们祈求上帝怜悯印度，让疫情能够受到控制。我们亦为我国的疫情祷告，亦为接种疫苗能够更快进行祷告，求上帝保护我们。第三，抄写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感谢上帝，本堂从五月开始的港台信息是全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我们亦推动抄写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运动。我们要在五月和六月将这两卷书写好。透过抄写，我们更深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放在心中。第四，宣教在职场课程。感谢主，本堂将在5月29号晚上8点到10点主办职场宣教课程，讲员是陈莲拉传道。这个课程免费公开给基督徒，课程内容包括宣教观念、宣教者的生命及如何胜过职场的诱惑。课程是以Zoom进行。第五，见证礼崇拜。原定本堂在5月16号举行的见证礼崇拜，由于是 MCO， 所以改期到7月18号。凡已经受洗仲未接受见证及从其他宗派教会要转会的弟兄姊妹都可以接受见证，请向秋分姊妹报名。第六，侍奉人员表。感谢主常常赐给我们侍奉的机会，五月和六月的侍奉表已经登在程序表，请留意。凡在主日参与服侍的人员，无需在早上八点前报到并参加神祷会，若是不能够，请通知陈我艺女会理，以改换其他人代替服侍。第七，五月份奉献。我们要感谢主供应我们每日的需要，我们要按照上帝的吩咐，将当立的十分之一全然献上给他。你可以透过实体崇拜奉献，亦可以透过线上转账奉献。本堂的银行户口，大家可以参考这个荧幕上的银行户口的号码。第八，为病者祷告。感谢上帝医治胡友好姊妹的子宫癌，她已经康复。我们要继续为黎兴文弟兄的白金生、周国明弟兄的肺癌、戴金涛先生的脑癌及君如的母亲叶太的心脏祷告，我们恳求上帝医治他们。第九，牧者的脚中。感谢上帝带来诸神留生今早在本堂母亲节正道崇拜后有灵命塑造课程，陈我艺女会理授课，王敬焕牧师会在这个星期六在盲人团契线上正道，下主日在本堂的圣餐崇拜主持及正道，请代祷。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慈悲的天父，在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感恩和赞美，因为今天是母亲节，我们为着世界所有的母亲来献上感恩。我们多谢主，你慈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妈妈，我们求天父你赐福所有的妈妈，有健康，有精神，有体力，恳求天父
让他们都得到天父你自己的赐福，妈妈能够知道天父你的爱，他们能够被你完全的得着。在我天父你的面前，也都继续为着印度的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来祷告，恳求天父怜悯这个国家，帮助政府能够有效的、有智慧聪明的来到去控制疫情的蔓延。他们需要的氧气，需要其他的医疗的物品，恳求慈悲的主来到供应他们。也都求天父怜悯马来西亚，在这个 MCO 期间帮助我们怎么样来到继续的可以有这个崇拜，有各种的聚会，让弟兄姊妹仍然可以亲近你。恳求天父也都帮助我国的政府能够有智慧聪明，也都怎样来到去控制这个疫情，怎样晓得知道靠着上帝的帮助来到面对这个疫情的所带来的影响。我们求天父帮助这个期间的接种疫苗的那个过程能够顺利。在我跳在你的面前，我们都为着胡有好姊妹蒙你的医治来到多谢你。恳求天父也都纪念到黎兴文弟兄的白金森，周光明弟兄的肺癌，戴金涛先生的脑癌，及君儿的妈妈叶太的心脏。我们求天父同样的怜悯他们，亦都医治他们。我们都将今日我们崇拜之后的灵命塑造课程，以及下午和晚上的圣经学校来到大道主的面前，恳求天父同样的赐福，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接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